好，我们先来看这台 Pentax MD50 哈、哦，那这台有这个原厂的这个相机背带哦，那它这个相机背带的其中一侧哈、哦，你可以打开这边，打开里面有一个这个哈、哦，这应该是放在它的这个镜头的，哦、应该是放在这边的哈。好，那我一样会放回去哈、哦，那个得标者可以自行再拿去。那他用的这个是 CR2 的这个电池哈 ，CR2 的这个电池哈，这种型号啊，好，那有这个原厂镜头盖，然后还有一个镜头保护镜啊，这个镜头保护镜，那基本上这个镜头是还蛮干净的啊，这个镜头是蛮干净的啊，好，那我们来看一下他这颗原厂镜哈，35-80的哈，那打开很简单，这边有 off 啊，好，就把它这样就打开哈，可以看到。哦，切换哦，都正常。好，那我们来看一下哈，我看一下它的功能。好，基本上它的这个快门哦，我们都有测试过哦，快门闪灯哦都是正常的哈。好，那我们现在来把它关掉，看一下它的这外观。外观基本上来讲的话，保持还不错哈，这个都。基本上来讲，没有什么很大的这个伤痕哈，我这机子维持还不错。好，那把这个打开，可以看一下。啊，这个底片是也是很干净。好，以上就是这台 Pentax MZ50 的这个视频哈，谢谢。